公司说的，不理解，就说你这个老板叫你一天一天到老家，哎，等一下就是上毛的，感觉工资待遇就是，那些东西啊，谁让你现在拥有？呀，像，你这不是我搞的，那啥子的，也是叫上毛的去。哪个上毛的？就这样，我干上毛的去。你把馒头给街上的人，我就是不要。你说你馒头店，你咋不得过来？你这样，哎，行啊，还是要好家里找老公，老公心里就不烦。咋想嘛？他手机也有，他手机在喂。今年是，那不是我们全部有手机的，那几乎人家也是的，馒头今年，要是男的他妈都很白，他手机我都不好。我以前是，我不想你去滚去吧。我以前人家好像没什么作用，慢慢点。我以前你妈娘那回家，我包带你。你爹，你小妹妹你就包邮，他去南京你也包邮。我跟马东去。我好干脆老板爷爷去滚去，你好去南京去包邮，包饭去作业。啊，但他努力找，是他挺不容易。我也不比你咱咱俩就比一些。你老板，我你看你那平常的手机爷爷，你老板，有那有你这个好脾气，就你，这个好，好吧？那么我买这个也不假啊，保护的是很牛。那个老板是老爷，哎，那老板要是你跟踪谁呢？你看，这个早上多少次，早上开的嘛，哎，我爸就找我也几个面来，我就手机就去了。你看那手机，你那看你跟你手机那家啊，是吧？我早上工作做。哎，你看，反正你说啥子你，说啥子你是你老婆的吧？哎，你刚好提前告诉你，我三十了，我没得，没得。Thank you.